上个赛季打到亚军，其实他们的目标呢还是要锁定最终的冠军奖杯。哎，刚刚这球有点意思啊，21号刘伟像是给郭艾伦做了个掩护一样。其实哎呦断球了啊，这个后卫被断球，那对方进攻队员就直接面慌啊，非常准，理解啊。刚才这一撤步整个重心都放在后边，所以被郭艾伦给晃。好球，三照，还是大汉跟郭艾伦他们俩的挡拆配合是辽宁队一大利器。哎，这步停得好，眉头这边空了。辽宁队也擅长打快攻反击啊，啊，位置太深了，其他人都站着看了啊，导致自己呢打滑。确实年轻球员可能在上场比赛对阵强队，难道咱们就追不上吗？底角，哎呦，以前漏了，假动作漂亮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队友必须要轮转到位，否则的话，你最后再去扑底角，啊，就扑不到，或者说被贴进来，漂亮，啊，很稳啊。郭艾伦出机会，三分球命中，是一个超节。对天津队的球员来说太难防了，又是被断球。这球郭艾伦很聪明啊，你跟我顶，我先顶你一下。底角三分不中，没篮板，没有，已经冲在了最前面。没有三分球，漂亮。站在场上你的吹罚模棱两可，哎，到时候你就里外都不好做人了啊。一个扣篮，又断，郭艾伦单次抢断了对面的后卫，直接上，没中再来，还想要二加一啊。三掩护又是双掩护，这球穿得漂亮，跨步起来。哟，郭艾伦这因为你一旦防守不利啊，你强队的这个进攻火力来讲，你想跟他对攻，那通常是没戏啊。打三很艰难的情况之下，其他队友都看着他。哎呦，哎呀，好球，没能放进去，快攻来了。那这大侄子，你倒是给队友创造一些机会啊！26次交手当中，哎呀，这么横传球都是手啊！反击得分，偶尔跳起传球蛮危险的。哇，这次分到底角打中，再组织，真真假假，自己上。哎呦，冒！哎呦，冒！哎呦，冒！连续掩护，跳起传球，这边出现了空位，命中。突然扑上来抢一个，但是内线空了。啊。